对不起，可都是我的错。你管贤贤，林可，林可，又做那个梦了。唉，果然没有那么容易放下。 错吧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林可，有个好消息。小南，什么好消息？我抽了件全服唯一的装备啊！你看，我已经挂上拍卖行，怎么说也能卖出几万块。哎，那还挺不错的，这样一来，你学费就不用问爸妈要了。说什么呢？这钱是要给你治腿的呀，我一定会让你重新站起来的。小南。 当年的事情不是你的错，你不用为此负责任的。不，就是我的责任。你的梦想不是成为舞蹈家吗？我发誓，我一定会让你重新站起来的。我10万要求线下交易，林可，我出去了，不用等我吃饭。笨蛋，什么责任不责任的呀？人家想要的。 只是和你在一起，买家居然也是本地人，但是这个交易的地方也太偏僻了吧？我看看，应该是……你就是南风罗吗？请问你是买家，我有擎天柱吗？讨厌，那是人家老公了，跟我走吧。 我带你去找他。啊，好，好的。这买家口味真够重的。哎，老大，人我带来了。老大，不是老公吗？哎，小南，<笑>好久不见呀，想我了吗？居然换了个马甲骗我，之前也是这样，被这个混蛋拿走了好几次装备。 没想到呀，你还真的喝出这件装备。行了，是自己乖乖交给我，还是我们揍你一顿，然后再抢过来？跑什么？让你走了吗？够了，小心别打死了，这可是我养的会下金蛋的鸡呀！哈哈哈哈。 极品装备要是打坏了，可是你们的责任呀！为了林可，还敢反抗，找死！炼器系统已经激活，开始新手体验。这。 这是什么地方？检测到多种适合合成的材料，材料确认，开始合成。合成成功。这到底是？老大，怎么这里还有电啊？不会出人命吧？我怎么知道？就算他倒霉，咱们快点走。 那么想要我合成的碎剑是吧？来，给我真的怎么样？给我去死吧！老大，那把剑不对劲儿啊！慌什么？来生，风水之剑！就这啊？ 坑爹呢，这是！臭小子，你敢耍老子，给我弄死他！白白了你呢！别跑！可恶，被这系统骗了！请投入2000以上的素材。2000以上？来不及了，随便拿了。这一次，我来个像样的大家伙吧。
终于来个靠谱的，这又是什么？之力，仪式，混乱，风暴，找死是不是？<笑>这个发型还挺适合你的，给我抓住他！糟了，没路了！啊，不跑了！来来来！让我慢慢陪你玩，已经无路可退了，最后再相信你一次。系统，得了，恭喜，加鲨鱼积分加一，火箭，拜拜。老大，要不我们先回去？这小子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啊。好险。提示，当前装备是否填充进神兵路中？类似仓库吗？第一次出现这个提示，难不成这玩意儿是稀有品？真搞不懂，这么酷的东西，品质这么普通。算了，这里离家不远，先回去再说。终于。最强大的系统也被激活了。这场游戏可以正式开始了。恭喜合成榴莲耳机，恭喜合成不会停的闹钟。填充失败，无特效装备无法填充。什么垃圾系统啊？垃圾不能存吗？算了，先看看别的。还能合成？不知道最高是几星。五星装备属性都是最优秀的，神兵录会记载曾经出现过的五星装备。曾经出现，原来我不是第一任拥有者吗？您现在所查看的是仿生肢体。那就是说，这件装备可以修复肢体，太好了，林克有希望了。五星装备，我一定要得到它。什么？啊！怎么又回到这个空间了？老匹夫，说好了，把他干掉的话，冰界从此奉我为主。你是谁啊？是你把我拽进来的？你没必要知道，因为你想就死在这里了。不要！我怎么没事？这老匹夫都死了几千年了，还想阻止我？这是什么情况？利用冰界力量击败六星装备潘多拉，失败惩罚，失去灵力以及冰界的掌管权。要击败他？这怎么击败啊？哈哈，让一个凡人来跟我进行冰界之争，你也真看得起他？看我让你死得心服口服！我亚特之力，冰界掌控权是系统的意思吗？他真的要杀了我，到底为什么？唯一确定是，他是玩真的。啊！这下
就连那个老东西也救不了你了。他能凭空合成，那也就是说，我也能合成。一天剑，怎么是棍子啊？哼，把门弄服。我的手！警告，你的灵魂值已不足70%。这是我的血条。这个痛感好真实，真不知道选择你的原因是什么。你只是一个普通人罢了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成为御剑之主。资格是什么？是可以合成各种兵器吗？警告，你的灵魂值已不足20%。他成功合成了秘诀在哪儿？我跟他到底相差在哪里啊？ 绝不能坐以待毙！这种材质倒是第一次见，那又如何？在这冰界之中，又有何用啊？他没见过这种材质。等等，刚才他说的老头子，而他是六星装备，难道他是前人系统主人所制造？只有手握真正的神力。 才有资格称之为冰主。合成开天机，合成防爆大盾。又是我没见过的材质，要有意思。等你死了，或许可以见识新世界了。怎么又输了？ 小南，你是怎么做的？无论玩什么游戏都那么厉害啊！哼哼，无论什么游戏都有它的取胜规则，只要掌握了游戏规则，就能掌握整个游戏的胜负。这里除了真实的痛处以外，这个所谓的冰界之争，不就跟游戏很像吗？是游戏，就会规则。我一定漏了什么？只能使用对方不知道的素材来合成武器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 林可，我们的约定还没实现，我绝不能在这倒下。合成？什么？成功了？怎么？那是什么兵器？就你这种凡夫俗子，怎么可能合成出这么强的兵器？哼！ 你这种老古董是不会见过的，抱歉，我已经掌握了这场游戏的规则。<笑>规则，在这里，我就是规则。我可是上古时代最强冰界之王潘多拉，这场冰界之争，胜者只能是我。时代变了，潘多拉，别小看现代科技以及 ACG 呀。 揭秘模式启动。笨蛋，你高兴得太早了。现在我力量不足，等明年和我恢复全力，你就死定了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会以比现在更强的状态迎接你。啊！真希望那个时候你这么自信，你可别死了。这世界上杀死你的必须是我，潘多拉大小姐。 给我记住了。啊，这是回到现实了吗？如果不是受伤的痛处还历历在目，还以为刚才发生的事情是幻觉，但是能活着出来，真是太好了。获得任务，一年后击败潘多拉。 成为真正的冰界之主，一年的时间吗？行，这个任务我接了。要么我把那潘多拉干掉，要么我就在此前做出五星装备，让林可站起来。不过在此之前，物品合成成功，终极不粘锅。又失败了。哎，这个合成的窍门到底是什么？嗯。
在这里待了三天了，一件星际装备都没有。为了买材料，跟租仓库，我把游戏账号转手之后，加上之前存的钱，都花得所剩无几了。真的有机会造出那件五星装备吗？怎么感觉上当了呀？说起来，在那个空间里，我明明可以随心所欲地合成出我想要的装备啊，为什么到现实里就不行了呢？我明明心中也明确了想要合成出来的装备啊，难不成是材料的问题吗？合成装备材料，我记得你怎么把那些石头直接扔进去就变成武器了？没那么简单，都是有公式的。玄铁石加盘龙木出来的就会变成玄铁剑，木为剑柄，石为剑刃，所以让你这么说，加上火药岂不能造出手枪？倒是没有那么自由了不过要是你来设计游戏的话，一定会很好玩，起码你的想法不错哦。游戏没有那么自由吗？没错，这个冰界系统的确是可以造出各种古灵精怪的装备，而这些装备有时候都是用同样的材料。这么说的话，关键是需要我有意识地控制每一样素材的特质吗？试试看吧，如果没猜错的话。合成成功，无风之刃一把。也算是成功了吧，但感觉还有一点点出入。是我没有把握好形状的问题吗？球棍修长的形状，菜刀的锋利及材质，这样的话应该会出现合成成功，名刀秋水。果然如此，嘿嘿，这下可好玩了。合成成功。哦，这个出现了星级装备，也是运气好，当时一时兴起买了个萤石，看来只有加入稀有材料才能出现星级装备啊。身体感觉轻飘飘的，动作也变轻快了，这就是特殊效果吗？简直太棒了。小南，有人进来了，他们。林克，怎么了？林克，小妞，你现在把门打开，待会儿我还能对你温柔一点，不然的话。你们是黄奇帆的人？乔花，不错不错，陆林可是吧？白小南的女朋友。你不怕我们吗？糟了，如果我被他们抓了，那小南一定会一帮渣子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很好，看来你已经做好觉悟了呀。就别怪我们。疼疼疼啊，这加了十点敏捷，让我的速度有点出乎意料啊。小南。什么？你小子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哼，两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女孩子，很好。看来你们已经做好觉悟了。黑石大爷，您需要喝些什么吗？我有一瓶82年的拉菲。你的人呢？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了，不一定要白小南，也可以找其他人弄游戏装备啊。郑大少没必要惊动您老人家吧？而且郑大少的目标不是那个叫陆林可的妞吗？我直接派人过去把人弄过来就是了，不用。闭嘴，
政治不学无术，老爷早就不满意了。至于女人，我们郑家想要什么女人是得不到的。只是听说了那个白小楠能够凭空拿出各种道具，老爷想见见他，这才派我来的，懂吗？哎，是是是，那个，我是觉得他只是在变戏法而已，弄出来那些道具跟玩似的。别废话，问问你的人搞定了没有。好的。那白小楠若真的如传闻所言，那问题就严重了。实在不行，就把他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黄奇帆，你不是要找我吗？我们之间的账确实该好好清算一下了。你小子找死是不是？就是白小楠，竟敢坏了老子的雅兴！你这个小混蛋，敢在这里撒野，都给我上，卸掉他一只手。哦，人不少嘛，应该够我热身的了。啊，那个能力，这小子还真是。啊，我的刀！什么？啊，杀人了！这刀砍不死人的，笨蛋，胆子那么小，还学别人当反派。哎，小子，让我来会会你吧。你是半兽人？怎么，你就这点能耐？警告，警告，检测到超凡危机，请立即逃走。说的倒是。警告，警告，检测到超凡危机，请立即逃走。说的倒是轻巧。小子，看来你的那些花里胡哨的道具中看不中用啊。才一个回合你就不行了呀。去死吧，你这个人形畜生。哈哈哈哈，有意思。那么第二回合开始。可恶。就这，你觉得这烂东西能困住我？当然不觉得。是。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哈哈哈哈，为什么不问问你自己，你又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与你无关。这种力量不是你这种凡人有资格拥有的，白小楠。大意了，快失去意识吧，是因为失去过冬老了。我还没林克。警告，警告，检测到宿主即将死亡。先生，任务完成了。我只要核心。好嘞，接下来让我猜猜核心在哪儿。你为什么还活着？怎么可能，你怎么可能有这种力量？这身体太弱了吧，先治疗一下，然后再请回一点情理。警告，警告，宿主的肉体负荷过大，无法继续激活潜力。就只能提升这么一点，算了，勉强用着吧。装神弄鬼的小子，既然你没死的话，那我就再杀你一次。怎么可能，你居然在警告我。你报上名来。什么？不成无名之辈。狂妄的小子，闹了半天还是老一套，一惊一乍的。你大爷叫黑狮，临死前给我记住了，我现在就活剥了你。
这孱弱的肉体真是个累赘，只能让我发挥不到十分之一的力量。罢了，我不行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竟然可以把我的力量给挪！吵死了！给我安静一点！您现在所查看的是破碎的兽魂。果然如此，你们也已经复苏了吗？看来时间到了。白小南，之前你我定下的契约你别忘了，至于你怎么偿还真是令人期待。这下子我可是欠了一大笔债了。什么？告诉我你的系统是什么能力？ What's up? 你敢这样对我？我去，你这小东西还会说话呢。啊哈，你就是刚才那狮子背后的主人吧？你也是系统的拥有者？我告诉郑家的人，要是再敢来惹我。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蠢货，就让我来告诉你系统到底是怎么回事吧。系统就是凌驾于这个世界的力量，每一个系统都是从一个高等世界拆分而来，它们自成一个小世界，每个小世界之中都拥有着超越这个世界的一切全能。系统拥有者在这个世界就是神。每一个系统，那就是说系统拥有者不仅你我二人是吧？你派那狮子过来的意图，系统拥有者之间是可以互相吞噬的对吧？看来你还没有蠢到家，系统拥有者之间就是这种不死不休的关系。白小南，我劝你还是臣服于我吧，等我取得最后的胜利时会给你一个痛快的。行啊，那你就放马过来吧，我不惹谁但也不怕谁。那你就等死吧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恭喜您获得物品破碎的兽魂。看来这系统还真是双刃剑呢，就算我不想去争，那玩兽魂的怕是不会放过我，而且也不知道其他系统拥有者是什么样的人。很好啊，好喜欢这种被人挑衅的感觉。宝贝们，准备觅食吧。这里是医院？什么情况？不是吧？这你好。白小南，请随我来。有人送我过来，还帮我把医药费付了。没错，而且你的身体比普通人要好上很多，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出院了。可是我打破了那么多东西。那人也提前付了这一笔，不过你要是觉得良心过不去的话也可以。谢谢你医生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到底是谁救了我？不光付了医药费，连我会控制不住力道破坏东西都预料到了，这合理吗？说起来这股力量林可吵到你了吗？抱歉，我现在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力量。小南，以后不要丢下我一个人好吗？其实你的那些秘密
好，我答应你，以后不会了，而且今天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。小南，你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哼，相信我，还是不要告诉林可关于其他系统的事比较好。走，又来。小南，你怎么了？小南，你的身上怎么在生血？你谁？你要把小南带去哪里？你放心吧，他会没事的。小南，这是这个人偶怎么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？你说的霸王契约不会跟这个有关系吧？霸王契约也是当时你选择的，而且你想反悔也已经来不及了。这个人偶就是你自己快要崩溃的灵魂。你还在说风凉话，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切，你那孱弱的身体根本无法承载我的力量。我当然透支一点你的潜力，不用感谢我，你现在的体质在我那个年代也算是强者了，替你节省了起码70年的时间。不仅如此，你还给自己争取了3个多月的寿命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可喜可贺个锤子！大姐，我们说好的你救我一命，一年之内我要是能合成那件五星装备，就直接把系统送你。可现在呢？他是活不到那一天了。我不懂，就因为那女孩，你很喜欢她吗？不仅是喜欢，我的人生到现在为止都是为了她而活的。我从第一次遇见她的时候就已经坚定了这个想法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她父母因为意外去世的早，我不想让她一个人。我只希望对林可平安幸福，所以我必须。行了行了，我不是很理解你们人类的这些感情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没有完全恢复实力之前是无法发动冰界之争，所以至少一年之内你的小命对我来说还有点作用。听好了吧小南，各界组之间的争斗除了互相吞噬对手的力量以外，也是修复自己灵魂的道具。那就是说我还得主动去找架打了，这我的校园生活可就有的难。难得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我们去操场走走吧。好啊。宿主剩余寿命3个月14天14小时24分34秒。高考你还打算参加吗？当然参加了，还剩下10天，一起加油吧。林可，你的志愿还是华大对吧？小南，我知道你还有事情瞒着我，你先别解释了，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担心，所以我不会逼问你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今后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一直在你身后默默支持你。林可，没伤到你吧？我没事。可恶，又是冲着我来的吗？真不让人消停。杀人啦！什么？有点意思，不愧是能干掉黑狮的人。你也是那家伙派来的吗？真是胆小，我以为起码他有勇气面对你了。就凭你，李先生一个手指头也比不上，用得着他亲自出马吗？能死在我青虎的手上就已经是你莫大的荣幸了，还磨蹭什么？小猫咪快动手。不要。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别瞪我了。做得好啊白猫。白小南，你敢动一下，我就要了你小女朋友的命。真卑鄙。兵不厌诈，这就是我的生存策略。
乖乖上路吧，小子。看来最近还是太松懈了，居然多花了五秒，太糟糕了。第二次见面了，冰界之主。小哥。啊，我没事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个小家伙突然就倒下了。是你？你都做了什么？稍安勿躁，先解决这个碍事的家伙。你竟敢这样对我，让我的利刃绞碎你吧。 It's my show time。 什么东西？你这是把他杀了吗？兽界的能力并不是将兽魂附身在人身上，这只是兽界制造出来的二型产物，并非人类。击杀之后就会掉落稀有材料，所以这就当作是见面礼吧。你还没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我叫武信，和你一样也拥有自己的系统，不必那么警惕。我如果对你有恶意，先前就不会送你去医院了。那在医院的时候是你？对，你破坏力挺强的，医院那边我付了三万多呢。这是给我的吧。谢谢了。那么他怎么处理？你这话题倒是转移的挺自然的，我会把他送回兽界之主那边。去吧。哇，你这到底是什么能力啊？像我们这种人最好不要打探对方的秘密了。该走了，时间很赶。去哪儿？去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。欢迎来到我的基地，冰竹。抱歉，忘记说了，第一次体验这种空间移动的是有点不适应的，喝点这个就好，感觉如何？谢谢，我们已经没事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便言归正传吧。白小南，接下来你需要完成我的三个要求，如果你做不到，就证明你不过是个运气好的庸才。为了你们的安全，我会将你体内的冰界核心提取出来。吴先生，各界争斗的意思是指您跟小南这样的人会互相争斗吗？没错，不死不休。那你为何要帮助我们？或者说，为什么偏偏是小南？你以为我想吗？白小南应该清楚，系统是有主要任务给我们的。各个界主的主任务都有不同，只是我的任务并非杀戮，而是指引。指引你能够真正掌握冰。各个界主的主任务都有不同，只是我的任务并非杀戮，而是指引。指引你能够真正掌握冰界。你觉得我还没有掌握冰界吗？很遗憾，完全不够。听好了，白小南，这就是界石，启动一界的钥匙。只有制造出属于自己的界石，才能成为真正掌握一界的人。而冰界并不只是可以制造自己想要的兵器那么简单，至于其中的奥妙，你需要自己来解开。姑且先听他的吧，他将林可带到这里来，大概算是一种对我的威胁吧。那么剩下两个要求呢？听好了，白小南，至于这第二个要求，以当前的局势来看，可能对你来说太过于苛刻，那就是回去好好复习功课，准备接下来的高考。啊！你们现在还是学生，不能不务正业吧？
还剩3个月，怎么能不紧张呢？不是吧，阿 Sir， 生死存亡的时候你跟我说这个？别担心，受戒之主那边我自有办法，我保证你在获得戒石之前他不会再出手。小南，我们之前确实遇到很多难以理解的情况，但是我知道就算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你也会想方设法去拯救，因为你从来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。不要因此迷失自己，你的人生不仅仅是这个系统的。嗯，的确，这段时间似乎我整个人都被这些事扰乱了心思，可是我知道，可是我没剩下多少时间了。你之前那个状态应该是跟某个生物签订了什么契约吧？这你都知道？我们握个手吧。握手？先前你对我抱有怀疑，但是为人处事的礼貌就是初次见面握一下手。你怎么能进来的？原来如此，前代遗留下来的产物的确不是现在的冰主所能限制的力量。竟然会有入侵者！反应你！看来有影响宿主的可能性。哇！你这家伙居然！你这样做值得吗？有些事不是值不值得可以形容的。很好，那就走着瞧。下次。做了什么？现在的他应该对你造成不了威胁了。诶，倒计时停止了，你也太厉害了吧。这样你就可以安心高考了吧。第三个要求以后再告诉你。既然武叔叔这样说，我们先走吧。嗯，武先生今天谢谢了。记得好好复习功课。呼，竟然被叫成叔叔。难道他看破了我的投影？看来那小姑娘也不简单呢，你说是吧？第九位界主白小南，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。距离与武先生分别已经过去一周，正如他所说的，这段时间没有危险找上门来。296、297、298、299、300，真好，让我充分的时间可以熟悉一下现在的身体。解药的公式到底是什么呢？已经尝试了一周了，还是没有任何突破性的发现。算了，准备上学吧。小南，今天的模拟考怎么办？放心，你平常成绩就那么好，不用担心。我是说你啊。的确，最近的心思都在系统上，学习还真有点跟不上了。小南，好久不见啊。你们还住在一起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你们两个呀，以后不结婚很难收场啊。安俊，你给我闭嘴！不调侃你们了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我们班好像要来新老师了。不是吧，就快要高考了，这个时候来。哎，谁知道呢，或许是学校领导的亲戚过来镀一下金之类的吧。看什么呢？可能是错觉，最近也有点太紧张了。嗯，不说这个了。哎，对了，最近的世界网球联赛你们有没有看？费德勒那一击杀球超级帅，有没有？哟，白小南，欢迎来三班。你都成了三班的女婿了，白小南，啥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？没有没有。高考之后大家记得来喝喜酒啊。你闭嘴。要吵要闹回自己班里去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喂，萧何，现在还没上课呢，再者说刚才你要是伤到人了怎么办？切，
伤到了又怎么样？谁没有手滑的时候？怎么，你想到校长那里告状不成？你不就是在学校托关系被保送到体校了吗？也太……既然如此，我们比试一场怎么样？啊，小南，你……如果你赢了，我就在你面前永远消失。行啊，叫上你的人，我们好好比一场。要是你赢了，我也永远在你面前消失。你们，小南，我这就去叫人。不用了，我一个人就行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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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情况？优秀啊，真是神马弹跳力！快给我防住他！死守，别让他进内线！比赛结束，白小男胜。告诉教练，我不想打球了。不是，小男什么时候身体素质变得那么好了？这个，他最近挺勤于锻炼的。不错嘛，小男。哈哈，没什么。同学们好，我叫武信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大家的新老师了。他怎么会来这里啊？我是华大的神秘学教授，你们可以叫我吴老师。你们的校长邀请我过来，主要是为了缓解各位学习的压力。新老师好帅啊，感觉不像老师呀。哎，你们说，为什么新老师是这个时间点来呢？真奇怪。怎么了，小南？你认识他？我也不知道算不算认识他，不过比起这个，小南，你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，不会是有神秘老爷爷找上你，然后开始修仙了，获得神仙系统之类的吗？你想象力很丰富嘛，以后你可以去画漫画做连载，我看好你哦。这个主意不错。这位同学，上课不要大声喧哗，不然下次我扔的就不是粉笔头了。下课之后，楼顶相见。啊，武先生，他怎么会和小南在一起？难不成安睢今天说的新老师是他？啊，算了，不想管了。啊，武先生，你到底为什么来我们学校当老师啊？居然还编了个什么教授？什么叫编的？我可是正牌的。我这次来主要是为了看看你的进度。你最近一直在研究界石，却一直失败吧？不然呢？你也没说什么是界石啊。不过我参考你的提示，再加上自己的想法，大概做了个可以变化的兵器。可惜我尝试了很多办法，但还是没法突破到二星。嗯，还行。其实各界之主突破二星的关键就是你是否制作出界石。如果你无法制造出界石，那你连与其他界主争斗的资格都没有。好家伙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一星半的说法。这家伙某个程度来说也算是天才了。可是我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。你想想，人在什么前提下才需要钥匙呢？锁，武先生，是锁的。怎么，李志成想要打破界主之间的约定吗？李志成想要打破界主之间的约定吗？武先生，我家大人并没有打破约定的意思。只是他很好奇，这位新晋的界主是何等身份，有幸让你为他保驾护航。在我看来，也不过如此嘛。其实这位小弟弟还是挺可爱，
是我中意的类型，不过你最好不要乱动，我怕我一不小心就把这么纤细的脖子给拧断了呢。你这是？滚！你这臭小子竟然，你们已经越界了，快滚吧，回去告诉李志成，我怎么做轮不上他来管，冰主成长起来后自然会去找他。嘿嘿，一定转达告辞。哈哈，轻轻松松。怎么感觉有些莫名的违和感？我可要好好玩玩了。我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起他的呢？今天不跑步了，一会儿玩游戏，你们两组队啊。好耶，是玩游戏，玩游戏，我们组队吧。好啊好啊。那个小曼，你洁仪，你就不能有点自知之明吗？宁洁仪他爸都成罪犯了，以后少和他打交道。哎，真的吗？我爸爸不是罪犯，他是被人冤枉的。他怎么还敢来学校啊？罪犯的女儿，我们班怎么会出这么个人呢？坏小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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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坏小孩。老师，可以三个一个队吗？哎呀，我们关系好吗？等等，老师，这里还有一组。你不介意吗？我说什么呢？只要你自己不介意，旁人没有任何资格对你的事指指点点。与其在流言蜚语中战战兢兢的生活，不如勇敢一点，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我们快过去吧。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吧，他进入了我的视野。可是他眼中全是另一个女孩，他从来没有认真看过我，只会看着陆林可。因为我的懦弱，导致我们上高中后开始变得疏远。青春期的女生真是太有意思了，仿佛我也变得年轻起来了呢。我帮你把陆林可除掉，那白小男就只会看着你了。你是谁？让我来代替你做一些你不敢去做的事吧。不要啊。银河在干什么呢？洁仪啊，我在看。哎呀，那只猫有危险。哎，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们去帮帮那只猫咪吧。可是我这样怎么帮啊？而且下一节课马上就有我呢。走啦，再不快点小猫就危险了。好吧。他找我们过来了。啊，安随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有点事找你，你同学说你出来了，我就下来了。你们没事吧？谢谢你啦，还好你来得及时，要不然……林可，咱们单独聊聊可以吗？是关于小南的。关于小南吗？可恶，突然被插一脚，哪来的家伙坏事？又要找别的机会了。吴宇，你的进展怎么样？主人，很快了，我一定会阻止冰界之主制造出戒尺的。很快？我要的是立刻，现在就完成你的任务。
能否突破三星，也取其下其他戒指，就靠这个了。我必须要成功，别忘了，要不是我，你们这帮畜生根本无处安生。如果失败，你知道后果的。知道了，主人。很好，别让我失望。 受戒之主李志成看来他已经急不可耐了。冰主，武先生，你叫我名字就可以了。那好，小南，虽然我这样说非常不负责任，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够顶住李志成的压力，先处理好高考。说的倒是轻松，谁能保证他不会继续找我麻烦的？武先生，这些系统拥有者到底还有几个呀？目前除了你。 一共三个，命境、术界、兽界，不过你放心，也只有李志成是这般性的。另外两位界主倒是挺好说话的。那他们愿意与其他界主和平共处吗？哼，他们只是做出决定，不到二星的界主都会任由他自由成长。只可惜你是太早被李志成发现了，所以他想先下手为强。 先把你吞噬了而已。可是武先生，你呢？你不算一界之主吗？你真的只是为了帮助我吗？抱歉，我现在不能告诉你。但是请你相信，我的最终目的是保证你能在这场战争中活到最后。我相信你。嗯。<笑>那个。 好久不见，小南，你快放我出去！抱歉，但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放你出去。因为契约，你只能去抢夺其他界主的力量，才能弥补你耗费的灵魂。算了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潘多拉，我需要知道戒指的制作方法，希望你能告诉我。搞笑！ 我的目的可是把你干掉，你觉得我会帮你？我只是想让他重新站起来。等达成目的以后，我自然会把冰主的位置让给你。那到时候，我还能是我吗？哼，就算说的再好听也没用。能成为界主的人，都是有超越普通人的不可一世的欲望。白小南，你也不例外。说到底。 界主就是欲望的集合体，这些所谓的界，就是为了心中的欲望才会存在。欲望，渐渐的，界主就会被欲望吞噬，力量变强，欲望也随之变强，没有人可以幸免。对不起，是我太弱了。如果我可以那样的话，你就不会。 我要变强，我想要力量。你说，当有欲望的人拥有了实现欲望的力量，怎么可能把持得住？什么？嘿嘿，我的欲望只要是为了重要的人，那样的话，怎么可能会把我吞噬啊？就算他有这个能力，那我。 只要在他吞噬掉我之前，先吞噬掉他就好了。你，别担心了，我会在欲望吞噬我之前，先吞噬欲望的。啊，烦死了！一个两个都这样，老混蛋，当初你就不该饶下我，我怎么可能会为你培养传人啊？那个，你要是实在不肯说的话，就算了。等等，这感觉是…… 借你身体出去透透气，不介意吧？林可，你跟小南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对吧？嗯，怎么了？白小南真的是人类吗？你是不是最近学习压力太大了？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？哎，我刚才看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小南他……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，但是。 可以请你相信他吗？
你是他最好的朋友，应该找他好好聊一聊。陆林可，你这样每天都跟白小南亲亲密密的，现在又跟其他男人卿卿我我，哎呀，是不是这种病态美人特别吸引人呢？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？说到底你是谁啊？安随，你也不过是白小南的跟班而已，看着白小南出色的样子很嫉妒吧？尤其是现在他还获得了普通人无法想象的力量。你说什么？我怎么会嫉妒小南呢？你看他在球场上的表现，他最好已经超脱了这个世界。看看他在球场上的表现，他已经超脱了这个世界。真可怜呐、啊，他连秘密都不肯跟你分享，说明他根本没把你当作朋友吧？可恶啊！对，就是这样，更加愤怒，更加嫉妒吧。你们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在幻境中死去吧。如果让白小南变成无人跟随的界主，英界也必定会放弃他。哎呀，这次出来太值了，果然还是外面好玩的东西多呀。你刚刚在做什么呢？啊，白小南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太好了，倒是省了找他的功夫。当然记得，宁杰姨嘛，初中咱俩还是同桌呢，陆林可也在。糟糕，要是露馅了就不好办了。事不宜迟，白小南，你知道吗？六年来我一直都很在意你，但是为什么都不看我一眼呢？难道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喜欢你吗？这么近的距离，就算是冰主也挡不住我的幻术。兽界的气息有意思，让我看看你的真身吧。力量在流失，怎么回事？我不要回到那个样子，我不要再当野兽了。没事吧？是你，谢谢。你怎么可能进来？拿着。啊？在你的世界里，只有你才能拯救你自己，找稳了。在这个空间里，想杀死我是不可能的。机会难得，喊句台词吧，什么都行。就算你这么说，我也……这具身体是属于我的，给我消失吧！就是现在！高考加油！终于，我自由了。就挺厉害的嘛，我记住你了。不过你最好还是忘了，毕竟这只是梦。梦吗？煤气泄漏？对，应该是那个巷子的管道有些老化了。唉，头痛的要死，感觉好像还做了一个噩梦。说起来下午还有训练呢，怕是来不及了。幸好小南发现及时，不然就危险了。不过看样子宁杰一同学要晚一点才会恢复。那我就先撤了，那位女同学就拜托你们了。没问题。你不是的。你说什么？从刚才就感觉不对。你把小南怎么样了？你的眼力这么敏锐吗？严格来说，我体内也算有一半白小南的灵，但这一半无法支配这具身体，所以我代替他保管一下而已。那真正的小南他……他已经选择了一条最难的途径去变强，这不都是为了你吗？这是到了个什么鬼地方？那个女人好像把我的意识分离出来了，传送到了这个鬼地方，最后还说这里能够找到戒指的制造方法。除了石头和沙子什么都看不到，也不知道要找多久，还是先找到食物和水再说吧。啊，小可爱，嘿嘿，午餐肉。别跑，快到哥哥这来。什么？鲨鱼？我了个仙人贝贝的，为什么荒漠里会出现这种违背常理的生物呀？
可恶，在沙子里面还能游这么快。那就是我一发怒射炮。这下够你吃一脸的了。哇！可恶，左手骨折了。灵魂状态的你死了的话，就真的死了哦。神兵路召唤翔，大鲨鱼，你不讲武德啊！幸好及时躲开了，被那个等级的东西咬到一下，怕是会没命了。如来五指山，肋骨好像断了，可恶！还是万晓，这不是死定了吗？没有信守教程吗？说起来，这种感觉不是第一次，是什么时候来着？怎么感觉我的记忆有点模糊了？小南，你醒一醒，小南。林哥，抱歉，你的脚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担心我？好疼。小南，坚持住，小南。姐，我想要黑了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救我？人类食物。他说我是食物，不会是真的吧？不行，绝对要逃。好疼啊！食物，太没礼貌了吧！你才是食物，你全家都是食物。不好，这里。太没礼貌了吧！你才是食物，你全家都是食物。不好，这里有死神。什么？这也太夸张了吧！以现在的速度，迟早被追上，不如拼死一搏。不过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这个食人族还不打算出手吗？冰主，啊，你怎么知道我是？小雨，怎么这样就吃瘪了？是人类引来死神。小喷来了，先挖材料吧。这种粗活就交给小胖就好了，以我的本事。哇，你是哪儿来的呀？你的衣服，你是外国人吧？我们给我讲一些外面的事情，吃的、穿的，什么都行。求求你了！这个瞳孔，你是潘多拉？小潘，别跟陌生人说话。是，这个白发少年，莫非是潘多拉口中的那一位？不过看样子，应该不是很容易沟通的。你的名字是？我叫白小南。我明白你的来意，但很抱歉，你需要的。我没办法给你。什么？但是我必须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抱歉，白小南，你还不够资格。你太急功近利了，白小南，欲望在吞噬你。
只是你没有察觉。这把铁剑就送给你了，好自为之吧。十七哥，他就是你说的从未来时空过来的人吗？那是不是证明你会……生命都会走到那一步的，只是迟早而已。至于那个白小男，说实话有点失望。狐女为什么一直不回来？你们有人知道吗？你们很怕我吗？啊，一个两个的都不敢说话，是不是怕我随手把你们给杀了？随便了，既然你们那么怕我，那就拿上你们自己的兽魂走吧。主人，为什么？啊，舒服了。真是悦耳啊，还是这种临近死亡的呼喊最让我感到舒爽。怎么样，轮到你了，传说了吧。李大人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，那个白小男莫名其妙就有了超能力。我只是看他很擅长造出稀有的武器，所以就是白嫖他一些游戏武器而已，其他的我真的一概不知啊。唉，那就是说你已经没用了是吧？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在城北垃圾场，他是在那个垃圾场突然有的能力，之前完全没有的。大人，还有，看我干嘛？继续。城北垃圾场吗？的确，这些神秘力量的来源。爸，他们要干嘛？快躲好，别出来！老混蛋，以为躲起来就不用还钱了吗？都给我搜，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！你们不要这样。老东西还敢动手？我去，他死了！快走快走，别被发现了！爸爸！孩子，我对不起你啊。这块金表是我唯一能给你的东西了，拿它卖个好价钱。孩子一定要活出个样子来。爸，孩子一定要活出个样子来。爸，别走爸。是小子，鬼鬼祟祟的干嘛呢？知不知道这里是我的地盘？我什么东西啊，给我看看。哎，哈哈，一块金表。那是我爸爸。切，原来是块假的，几块钱的地摊货。这块表你爸送你的？哼，还是把你当成傻子吧。这小子不会是想拿去当了换钱吧？笑死我了。爸爸是不会骗我的。快把表还给我。小子，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最开心吗？就是你的骨头被我揍得咔咔响的时候。怎么，你想试试吗？我的天，这小子尿裤子了都。真没意思，走吧。怎么，连你也要欺负我？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所有人都针对我？我好恨啊！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弱小即是原罪。这个世界原本就是由强者来统治，使用这个力量，吞噬一切吧。只要你的力量足够强大，就是这个世界的王。如果那里真的有触动冰界的东西，
那么我势在必得。垃圾场那边，我会亲自去看看。郑家那老头若是还不把财产交出来，那他们家族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白小南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，你连逼我拔剑的机会都没有，还要来吗？把力量还给我。我已经说了，你还不够资格。小雨，去把他的剑收了，让这小子彻底死心。这才对嘛，冰界既然选择了你，那就肯定不会拘泥于形式。只有脱离了系统，你才有资格接受我的试炼。那么远来这个荒凉的地方，到底是要挖什么呀？你应该问我要种什么。那你要种什么呀？希望。我成功了。居然比我当年还要快上不少。下来吧，看来冰界这一次有希望。白小南，你的能力已经到了二星甚至更高，而且你拥有无与伦比的想象力，这会指引你，同时也会限制你。可是我还是没办法合成二星啊。等你睁开眼看清世界时，你就能得到合成二星，也就是得到界石的关键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灵魂的，小到沙粒，大到山峰。作为冰主，你要看到并使用它们，借助它们的力量来铸造兵器。使用灵魂，灵魂结合就能达到真正的二星。当然，不同类型的灵魂各有用处，如果有能够完美互相结合的产物，那就是你的界石。那要怎么样才能看到呢？等你体会到灵魂跟容器分离时的波动，你就能看到。白小南，你必须要回去了。啊，可是。哦，看来你必须要离开这里了。你该知道的我都已经告诉你了，其他的以后你会明白的。姬仙妹，下次再见面的话叫我师父吧。你应该问我要种什么。那你要种什么呀？希望。死老头，你到底在这里埋了？别躲了，你出来吧。哈哈，原来你发现我了。太明显了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发现你今天没来上课，所以我不放心啊。还有，有些问题想亲自问一下你，那天的事儿。站着别动。什么？喂，小南，你冷静一下。我的天哪，喂，刚才那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安睢，在白小南的记忆里，他是值得信任的最好的朋友。总之，这就是我获得冰界力量的代价，这些力量能够互相吞噬强化，如此一来就只能落得互相残杀的下场。冰界的力量不会就是超能力吧？啊，难怪最近发生了这么多怪事。你这么理解也可以。哎，按你这么说的话，互相赠与力量不就可以各自都变强了吗？也不用老是打打杀杀的吧。你听说过黑暗森林法则吗？在一片黑暗森林中，你无法判断同行者是否为善意，也无法得知你是猎手还是猎物。既然如此，你只能努力成为猎手的一员。原来如此啊。哎，那你是猎手还是猎物呢？我当然是猎手。也算是白小南暂时无法使用的弓箭。小心。你竟敢摸我。我只是，我摸你哪儿了？哟，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呢。
这不是冰主吗？把他给逮住，咱们可就成了主人麾下最有地位的了。南好，你自己小心。这他喵的怎么回事啊？那帮怪物是什么鬼啊？白小南那边遭遇了什么？连我的能力都受到了影响，麻烦了。安岁，你找着机会就逃跑。开什么玩笑啊！要走就一起走。李志成，白小南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老子给了你那么多时间，到头来就这种程度。你该知道的，我都已经告诉你了。其他的，以后你会明白的。姐姐们，下次再见面的话，叫我师父吧。怎么会？太让我失望了，白小南。老子给了你那么多时间，到头来就这种程度。为什么会？为什么会来这里？白小南，像你这样的人都能得到这股力量，想必此处有什么东西。我干嘛要跟你这个废物倒杯口水，浪费时间。吞了。给我追。小南，怎么感觉你有点不一样了？对，你别说话。不要担心，我身体好得很。你猜怎么着？我感觉一点儿都不疼哎。这个伤势太严重了，只能暂时先让他进入系统空间。白小南，你怎么看起来一脸平静啊？是，我终于明白接前辈说的睁开眼睛是什么感觉了。原来人的灵魂是这个颜色的。你难道？哈哈哈哈，对了对了，全对了，就是这个眼神，这样的冰主才有被我吞噬的价值啊。我就能斩断他。你们可以解脱。再见。老子花费那么多时间收集过来的兽魂，臭小子，我要把你们全杀了。不是，兽界不管是哪一代都那么恶心吗？他这是在干嘛？吃自己做出来的兽魂吗？白小南，准备好付出代价吧！白小南，准备好付出代价吧！杀死才能灭。你能合成二星了？砍了你，丑狗！白小南，怎么可能？二星的装备顶不住他一下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要让你受尽折磨！居然将兽魂合一，他已经达到三星了。白小南，你快用刚才那招！把他们的灵魂连接砍断。接前辈那招我暂时只能用一次而已。嘀咕什么呢？白小南，放开他。区区残缺的兵灵，不自量力，混蛋。哈哈哈，不甘心，很愤怒，但很可惜，弱者就只能忍受。白小南，我不会让你像刚才那个废物死得那么简单的。你是在说安睢？他是我最好的哥们儿。
也是我最珍重的人，这种草菅人命的人，当然理解不了。你一定一直很……啰啰嗦的吵死了，死吧！ 什么？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被人欺负，他拿着网球拍冲过来帮我。虽然这不是第一次，只是家里独生子，没有谈过恋爱，跟父母的感情很好，甚至去教我们怎么追女孩，是一个很喜欢打抱不平的人，平常很内敛，非常内。 成为职业的网球运动员，是因为他的梦想永远都实现不了了。志成，我要杀了你！那是一生只能用九次的断魂，那老头连这招都交给他，怎么一口一个老头的？现在对我怨气那么大了？ 你一个人做的很好了，白小楠也挺不错的。我们当时没做到的事，他也许可以做到。为什么要留下我一个人？为什么不把我也带上？抱歉，但只有你留下来才有意义啊！其他人都没有你聪明，而且。 很危险，我不怕，要不是你，我可比他们强多了。但只有你才能跟冰界这样融合在一起啊！不对，你不是冰界留下的记忆，去选下一任冰主的吗？怎么能够与我说话？只有当新任冰主被选中时，我留下的灵魂才会复苏，所以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揭示器。好了，小潘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接下来我将告诉你。 我留在冰界的原因，哈哈哈哈，力量够了，可惜看得不太准。可恶，这种战力方式，我还不习惯。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我感觉冰界在颤抖？白小楠，快去抢，那是监视器留下来的。哦。 好东西，归我了！<笑>我能感受到这其中蕴藏着庞大的力量，只要吸收了两件神器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了。别忘了，还有我，你休想得逞！这是。 这些钢丝，这些钢丝是我能合成最坚韧的材质了。先封锁住他的行动。你退下吧。什么？你难道还没看清楚现状吗？以你现在的力量，根本阻止不了他。白小楠，这里就交给我，你快逃吧。可是被他杀了呀！你要我现在逃走？这个所谓的冰主是逃兵的兵马，现在还有反转的机会，只要再拖延一下时间，找到他的弱点。 听好了，小潘，希望你能像帮我一样帮助白小楠。可是，你没发现吗？只要待在他身边，你就感受到无限的可能和希望。<笑>老头子，你还真给我出了个难题啊！你们在嘀嘀咕咕什么呢？真是天真啊！你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我进化？<笑>这个家伙疯了吗？ 是想直接牺牲自己的右手吗？不能让他进化下去，防人不管的话，整个城市都会被他毁掉。这怪物难道没有痛觉吗？这要怎么办呀？痛觉，哈哈哈哈哈！多么熟悉的词语啊！不过对于这么丰厚的回报来说。 这点代价根本不值一提，真是好东西啊！<笑>
竟然能让我达到接近四星的级别了，这个感觉实在是太棒了！哈哈哈哈！可恶，还是让他得逞了吗？啊！很多了，你在干什么？哎呀，我只是想出来散散心，也不让我消停吗？我不是把你打败了吗？你怎么还出来了呀？那是另一个空间，跟现实是完全不同的，而且我能做到的事情可比你想象中要多呢。我问你，你这身衣服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当然是网购了。网购？你什么时候学会的？等等，你不会……当然是刷你的卡呀。什么？哼，等我学会了新时代的东西，一年后的决斗我必然会赢的。是了是了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不过你可别乱跑，在这个时代，你这种古灵精怪的一般是要被人抓去做研究的哟。你说什么？我看谁敢。哎，什么声音？啊，这什么？啊，不要抓我走。呦呦呦，不是不怕吗？区区飞机就给你吓破胆了。我才没有呢。喏，雪糕。哎，想吃吗？想吃吗？你是在逗猫吗？混蛋，要是不好吃，我要你好看。哇，好甜，好好吃啊。果然，不管平时多么霸道，内心其实还是个小女孩吧。那又是什么让你做到如此地步呢？真是可笑，你在给我挠痒痒吗？潘多拉，我命令你回来，我们先撤退。白小南，请你不要搞错，我是潘多拉，冰界之灵，冰主的剑，我的职责就是永远守护着你，卑鄙的兽族，把属于冰界的力量交出来。剑主，白小南，小小荧光，敢与皓月争辉。白小南，你有好这个力量。不，潘多拉，潘多拉，看着自己身边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的死去，心里很不好受吧？不如我也送你上路吧。难道是受刚才那一击的影响，还是说这个力量我还没适应？算了，让你多活一会儿，等我完全吸收了这股力量的时候，就是你的死期。开始我想，就为了这鬼东西吗？潘多拉拼命抢回来，就这个？都怪我，你们自对，都是因为你。要不是你那么弱的我，身边没有人会受伤的。你先前还说什么要吞噬我。现在的你又跟废物有什么区别？伴随死了，因为你招惹了惹不起的敌人。潘多拉死了，就因为拿了这多此一举的东西。如果这场战斗是一个游戏的话，那现在就是死局啊。死局？未必如此吧。仔细一想，潘多拉不会无缘无故这样做的，所以这把刀剑一定有其存在的意义。说起来，最近受了太多刺激，我都忘了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。现在不就是 boss 卡关了而已吗？而这一次，潘多拉已经给了我正确答案。多亏你的提醒啊，才让我理解潘多拉的用意。奇怪，以前吞噬力量后，效果都立竿见影，这次怎么有种虚有其表的感觉？难道是力量太强，短时间无法消化？算了，解决这小子还是绰绰有余的。还以为能直接合成新的潘多拉，难不成
这是潘多拉的原型吗？他就是一把刀柄，还尝试挣扎吗？既然如此，就断绝你这个希望吧。 我果然没猜错，刀鞘是潘多拉的一部分，这是一种可以吸收其他兵器，从而进化的神器。那是借尸的气息。不对，借尸也不可能有这种力量。小子，你手上的是什么东西？哼，这是一种你没办法理解的东西，可以叫做传承。 也可以救走羁绊，果然是这样。李志成吸收的，应该是刀鞘中原本蕴含的冰魂。冰魂们，回应我吧！白小南，你居然可以控制这些冰魂！ 还任由我吞噬他们，竟然敢对我玩阴的！李志成，像你这样的人，估计永远不会回头啊！我会送你生命的。啊，等等，我错了，别杀我，我会改的。你一战回去吧。怎么全跑了？哎呀！ 可惜了，那么多冰魂。白小南，我需要沉睡一段时间。潘多拉，冰界的敌人不止兽主一个，你自己要小心。起码，他不会再是我防备的对象了。你，爸爸，抱歉。<笑>孩子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 走，咱们回家。终于结束了，好累啊！<笑>我就知道他能成功，不愧是我的弟子。 在开心的时候，你别乱动。终于结束了，好累啊！我真的杀人了，而且连恩穗也……以后我该怎么办呀？ 还能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吗？这难道是兽魂的本体吗？浑身乏力，果然是因为力量透支的缘故吗？这下糟了！那人是谁？ 小孩子，那是兽界的核心吗？他把那个核心给吞了。喂，你，这个疯子！ 来杀我的吗？住手！竟然还有这一手！逃掉了吗？没想到镇家也打算插一手。你们是什么？冰主已成功捕获。 但兽界被镇家的人夺走，我们来迟了。
辛苦你了，先把他带回来吧。萧南，滚！现在别来烦我。老爷，正吉少爷回来了。怎么两手空空就敢回来复命？艾尔顿管家，快问他，李世成是不是真的死了？他那个神秘的力量呢？正吉少爷说，李志成变成了个怪物，已经被他杀了。之后他从怪物肚子里挖出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然后他把那东西吃了。你说什么？吃了？谁批准你吃掉兽戒的？那是留给你哥的。你知道我花了多少代价才从唐家那边得到的情报吗？有了那个兽戒的力量，我们郑家在这个城市将会永远屹立不倒。都怪我管教无方，请家主降罪。你们是李志成的人？郑启山，老远就听到你在发牢骚了。那么大年纪了，就不怕爆血管啊？嗯？李志成都死了，你们还想干什么？怎么，郑老爷觉得李志成死了，你们郑家就可以摆脱了吗？别开玩笑了，咱们兄弟们可都还活着呢。以前李志成在的时候是什么样，现在你们郑家还是怎么样？一群普通人类，乖乖给我们当仆从就行了。老爷，外面全是他们的人。你们这群畜生一般的人，还想着继续压榨我郑家吗？别忘了，我郑家也有的是手段。冥顽不灵，给他点教训，先废掉他的管家。郑吉少爷，救我！正吉少爷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是兽戒的力量，他已经有了戒药。这股压迫感比李志成更可怕。拜见兽主！拜见兽主！拜见兽主！兽主！做得好啊，正吉！从今往后，我郑家将会成为这个城市的霸主。看来这次的实验体质量相当高呢，昨天还受那么重的外伤，才隔了一夜就恢复正常了，这是何等优秀的恢复能力！这是在哪儿？而且还拥有这么强大的灵芝底蕴，实在是太有趣了。这谁啊？趁试验部的人不在，先抽点体液留作标本好了。你不要过来啊！所有警卫注意，113号实验体逃离，全楼层进入二级警戒状态，立即对113号实验体进行捕获。可恶，警卫这么多，要是再被带上那个项圈就麻烦了。好多奇怪的标本，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这是龙？一真啊，这该不会是模型吧？如果我是你的话，就不会碰它。谁？吴老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里到底是哪里啊？我怎么……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，咱们换个地方吧，不然把他吵醒的话，那就麻烦大了。哦，吓死了！那到底是什么？那是世上最后的龙骨，如果遇到危机，龙骨便会苏醒。先前你魂力不稳，可能唤醒了它，待会儿它就消停了。把警戒解除吧，它在我这儿，没事了。那个，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，走吧，先给你换身衣服再说。国义局？对，就是负责国土内所有异常事物的处理与应对的机构，
我呢，是国艺局的代理局长。小南，你最近所经历的事情，包括冰界、兽界，都可以称之为异事。当你获得能力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注意到你了。那个时候，你们就……关于灵魂的力量，你现在应该了解了吧？生命其实就是灵气与容器的结合。如果灵魂比容器强大，那么就可以控制灵魂来做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。你拥有的冰界便是一种超凡于天地的灵魂力量，不但本身强大，还可以结合其他灵魂来强大自身，改变其容量。那为什么不把所有的界主都限制起来？界主之间的争斗是注定的，他们互相之间可以说死敌，只要击败其中一方，胜利者可以获得数不尽的强大灵魂。就我所知的另外两位界主，虽然答应不会互争互斗，但我们也没有能力去限制他们。我跟李志成，抱歉，那是意外。李志成是个不确定因素，他是个疯子。那郑家派人袭击林可的时候，你们也看着，李志成的人来偷袭我们的时候，你们就袖手旁观。林可只是个普通人，你们不应该保护他吗？小南，这些事情其中太复杂，我们不好把控。而且，你不好把控？哼，你说的倒挺好啊。国义局，议事处理。看你所谓的帮我，也是因为你们需要我去对付李志成吧？夜市对抗义局，的确是个好选择。但是，你怎么确定我不是下一个李志成呢？小南，你冷静一下。你让我冷静？你们知道李志成是疯子，为什么不处理他？就因为你们的顾虑，恩虽死了，你知道吗？胡局长，发生什么了？啊，胡局长，抱歉，这是我们的疏忽。当生命锁被揭开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已经掌握了冰界，我立刻派人去找你。但赶到的时候，你跟李志成正在决斗，现场也没有发现安睢的尸体。因为他在我的专属空间里，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我要走了，希望你们以后别再打扰我的生活，我一点都不敢。